花茶，这是年糕花茶，谢谢。啊，他们上菜了，爆炒花甲，看起来还不错。这是年糕花茶啊 ，nice。这是年糕花茶，香啊。这个应该是个姜吧？蒜。蒜。蒜。我告诉你，炒过了。不是，我加两个了，它都是空的。它真的空壳率好高啊。肉都在别人桌上了。这是空的。棒子里面没有肉，只有蒜。妈呀，我就吃了两个。我吃的比较多，但我没有拿壳，我是直接夹了肉。怪不得只剩壳了。不是。我感觉我吃了这个好饿呀，刚还没有那么饿。我想着没东西能垫一点，结果吃完更饿了。汪汪，他们好饿。哎，你剩女杯做了吗？剩女杯。做没做？有人点吗？没人告诉我呀。给他做一个，随时上。练练，鸡翅是乘风鸡翅吗？对对对对对。那就是两份儿，鸡翅两份儿。鸡翅有两份是吗？对，两份儿。你给家人送上去了吗？没有，做不了了，没有冰块，我就一会儿跟他们说。好。文文，我们一共点了几份意面呢？两份意面。你的鸡翅两份啊，跟你说了。嗯。练练，八个鸡爪。好。二号、三号说。天爱，两份海鲜锅。好的，我让菜菜上，不好让人家等。我现在煲汤就好了。Be careful。你们的海鲜锅煮好了。哇，这个好好吃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我们也有锅，我们也有是吗？是你们的还是？没事，就是我们的了，就是我们的。我先问一下，那个孟姐，文文，另外一个海鲜锅是哪儿的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对对，确定确定。你们的海鲜锅煮好了。哇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谢谢。谢谢。来为大家上我们的乘风鸡翅。这个是什么？它其实是一个蓝绿色，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海天碧海蓝天之处，就是连鸡来到这里都变成了碧海蓝天的颜色，所以我们就想推出了一款主题色的鸡翅。请大家做好准备啊，就是它的外层是相对偏酸，然后在内层是咸甜口的。先试一下孩子们。谢谢，怎么样？它比想象中好吃，是特别的。哇，好酸。哦，好酸。怎么样？能开发票吗？啊？为什么？我要回去要报销。你们有看见蛏子吗？没有啊。你备菜的时候有备蛏子吗？不是，已经做好了，不知道去哪儿。是一百分面。你好，一百分面好了。我们这个面里本来是平时吃有蛏子的，今天蛏子不知道可能被台风刮走了，不翼而飞了，就多加了一个虾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好大一个台风，今天全是虾，你顾客怎么做？哎，你再拍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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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照。丽丽，这些蛏子还能用吗？明天在哪找到的蛏子？放在上面的呀。明天有可能加个腊肠。海鲜不能隔夜的。不能隔夜，那只能今天吃。但是海鲜就吃。你先，其实可以问一下还有没有。要蛏子的，就是我们今天蛏子会相对便宜一点。辣炒蛏子是吗？对，嗯。28，差不了多少。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在菜单上没有的菜，就是辣炒蛏子，咱们有没有需要的可以试一试。那我们来一个吧。
吧，尝一下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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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一个蛏子，辣炒蛏子，辣炒蛏子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刚刚是不是说因为没有蛏子，所以有个东西没有蛏子？不是，就这个，对，没有蛏子。那他现在卖蛏子？他刚啥咋说了？就是他刚才说，你等一下，对吗？对，等一下，对不对？蛏子被刮跑了，然后换了个虾。对，不行，这点我们要投诉，强烈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忽悠我们。赶紧服务员叫，赶紧出现店长。来了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问题？刚刚有人说这个蛏子没了，所以没有在这个菜里，但是你们又单卖了蛏子。蛏子刮跑了，十分的不好意思，这个一定是我们店员的故意的失责啊。可是这个才32，你们那个蛏子多少钱啊？这不是虾都红了，这位是不是虾都红了？它是我们的招牌海鲜锅呀，88元。这是招牌海鲜锅呀？是的。听见吗？哦，您说这个是一百荤面吗？好的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的一百荤意面，32啊，这个是的，我们42元的，对，42，人家给你点单了，42，对，32是素的，哦，42，好，没错没错，这两份打包吧，好的，就不能浪费，好的，没问题。这两份打包。刚刚谁跟客人说家里没有蛏子？是因为当时没找着，所以没蛏子。然后刚才又去说了一圈，就是找着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这样，先去拿打包盒，在仓库里面。嗯，有事没事我都先说个没事，下意识会先把这个事情稳住，觉得先给自己和其他人一些信心。现在没有锅怎么办？稍微等一等，没事。这个灶子好像是坏了。没事，先拿左边这个用，把这个倒出来改先。好，我问他们要 OK, when they leave 加油。甜点需要加一些吗？点过了，甜点还没，点过了，好的，好，谢谢。刚谁点的加的给他们加的甜点什么的？只是这边送了一份小番茄。没有，他说点了3份甜点，是谁给他点的？我没有点。我的这边也有点甜点，我是已经报给你的。没有啊，这上面都没有写啊。谁去一号桌点的甜点？没有人去一号桌点甜点是吗 ？Jess, did you take dessert orders from them? No. That's really weird. Oh, I did. 超美杯，你吃完了以后变漂亮，对，变帅。蛋糕也是很好吃，是吗 ？OK, 那这样好了，那我们就每个来一个。Which one? 对不起 ，They ordered the happy ice cream 开心草莓 buffet, 还有蛋蛋糕。All three of them? OK, next time remember to tell me. OK, thank you.我知道我有很多失误。我做甜品还有 serving。这个是我们的甜点师傅，可以请他来介绍一下 ice cream。开心冰淇淋是。是我们的香草。这名字很难。因为很多菜没有拼音，没有英文，所以很难。